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三亚火车站的站前广场，是乘坐三亚的有轨电车 T1 线路过来的，买了一张到海口的火车票，顺便取一下我的手机。售票大厅进来了，开车前5分钟优先退票。我去自助区取一下凭证。请收好您的证件，正在处理。请收好您的证件。票出来了，特别兴奋。三亚候车室的营业时间早上5:30至22:10。进入到了三亚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这是一层，中间有一个服务台。对照一下我的票次啊 ，C8004 三亚直达海口，终点站是发往深圳的。我右手边还有 Z502 的专门的候车室候车区。我现在到达了站台了，找一下我的列车的车厢号。这班列车呀，是从三亚始发，途经东方、海口、徐闻、雷州、湛江西，还有茂名、佛山、广州、东莞，最后到达深圳。正常情况下，我可以从三亚直接坐到徐闻的，只不过抢不到票啊，只能买分段的了。前面16节车厢都已经排完了，就17车厢最慢。终于上车了，找一下我的座位。找到了我的座位，20号。上面都放满了行李，我就一个包，就抱在手上了。我乘坐的 Z8004 次列车，缓缓地离开三亚火车站。看一下手机地图，这次我乘坐的火车呀，是顺时针。绕岛半周，途经东方站，一边坐火车一边可以看海景。早上刷到了一个消息，三亚海口的整体感染率已经过了高峰了，50%。哦，这盒饭多少钱？25，刚打出来。25一盒，矿泉水呢？这在干嘛？买呀。你这录什么了？录我买。买我拿买盒饭就可以了。拿。拿。你这个是干嘛要这样子录嘞？我在直播。哦，你在直播是吧？买买买。对。我现在行，拿盒这个。矿泉水呢还得。要。多少钱？2块。行，矿泉水挺便宜。一共是27。好。中午急着赶路，只能在火车上吃午饭了。这是鸡蛋瓜片，还有煎鸡蛋和包菜，放了几块豆腐和咸菜，价格是25一盒，是不是有点贵啊？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口味有点咸。盒饭确实贵了点，但这水挺便宜的，2块钱。火车经过了崖州区，海边就是大小洞天，还有南海观音。晚上飞机啊，都绕着巨大的观音像转一圈。我乘坐的这班列车17车厢全都坐满了。美丽海南岛
东方欢迎您。这站下车乘客挺多的。心里也没用啊，你还有不是十点钟才到吗？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火车，还有一半的路程到海口。到站准备下车，门口堆的行李挺多的。终于下火车了，这就是我乘坐的80044列车。找一下出站口。海口火车站的周围啊，都是绿皮车。海口人民欢迎您。站口出来，我现在到达了海口火车站的站前广场。从三亚坐了3个小时火车到这儿的，觉得这儿的温度比三亚低个8到10度左右。现在室外气温是15度，给大家环视一周。这旁边啊，有公交车的一个站点，我身后啊是出租车的区域，这旁边还有电动车的车位。我现在拿着身份证还有火车票，进入到海口火车站的候车厅。进来了，按照手机短信的提示，一楼候车厅与二楼候车厅之间，在电梯的旁边，也就是这个门啊，软席第二候车区的对面，中国海关，就是这里，免税店的提货处。上面还有标志，温馨提示，请打印纸板车票才能取免税商品，进站时务必要身份证刷证进站。不知道要在这里等多久。看门口上有字，坚持打击代购走私违规，拒绝套代购。刚刚咨询了工作人员，想要拿到我的手机必须在火车发出前的1个小时准时到楼梯口去拿货。我先回到我的第三候车厅，把我的这个泡面给泡了。这个视频啊就先拍到这里吧，结束了。